辣椒清洗机，后推压服装置，防止辣椒滞留和漂浮。辣椒震动沥水，清洗后辣椒表面沥水。底部配备接水盘，进入剁椒机切丁。辣椒丁落入输送带，准备进行挑选。辣椒丁进入挑选机，通过旋转将大颗粒转出，合格的辣椒丁从底部掉出，较大的辣椒丁重新输送回剁椒机，合格的辣椒丁通过另一条输送带进入辣椒搅拌工序。挑选出的大颗粒重新输送回剁椒机切丁。合格的辣椒丁准备进入搅拌工序。